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正。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，你会想做什么？在成为僵尸之前要做的100件事情。人生很短，很多想要的事情没办法完成。为什么我们不趁着我们还有体力、还有力量的时候去完成这些想要做的事情呢？在这个正年轻的时候，都在工作赚钱、赚钱、赚钱，一个比一个还辛苦。所以，我们晚餐吃什么？顺便问你一个问题，来问：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，干？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，你会想干嘛？把僵尸压在地上，想干嘛？ゾンビとやったら感染するんすかね？你连僵尸你都要干哦？好了，没有了，我想住在总统府里面，也想住在百货公司里面这样子。那就去执行啊！没办法，他妈外面有宪兵大哥。然后百货公司半夜很黑，我会怕的。但心里不觉得毛毛的吗？我们现在就来去执行我的梦想 ，Lego。阳光、沙滩、花衬衫、啊比基尼呢？我们请不到。哎，没请到你可以自己穿啊。哎呀，好害羞。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今天要来体验人生。僵尸100里面讲到了，在成为僵尸之前要做的100件事情。我人生其中一个人生清单就是想要冲浪。我们请教练来教我冲浪，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冲浪。好，我们 Lego 教练说要穿防磨衣，为什么？不然我待会奶头会全部都受伤。哦，奶头会磨不见是不是？对，我怕没奶头。反正待会就这样子下海。好重哦！我印象中它不是类似宝丽龙的东西吗？是谁告诉你的？你有没有做功课啊？没有。哎，教练说什么？教练说什么？好，不好意思，现在什么都不会，先绑手了。你最会的。我不会。对，你是被绑的那个吧？对，所以我不会绑人。走走走，往前走。挺胸啊，挺胸。然后坐对，不能。你往后看啊，你可以看那个浪有没有？感觉还可以。这个通常有一个这种小小的浪的后面就还不错。好，预备，往前滑，滑滑走走。跳起来，小子，蜘蛛人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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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我太强了。知道这个感觉了没有？那我们就可以再往后面一点点，照刚刚的模式往前冲。我们先挑战刚刚的方法，然后不要站起来那么快，再慢慢跳蹲。基本上脚是不要碰到沙子啦，你会依赖踩在脚上跳上去的感觉。如果你会散的话，就会像他那样散回来。对，这叫越浪。哎，有，这样就有往前了。越浪。木叶忍术秘传，体术奥义。我躲在岸边等你。
我在岸边等你啊！不要离太远了，太远了！不要忘了，你不会游泳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开始有浪喽！叫你沉上去，不是沉下去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已经会冲到海水，有 feel 了，有 feel 了，对，有 feel 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很漂亮哎、欸，超可惜，漂亮的都不在我身上，对，就跟女朋友一样，可怜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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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办法三级，有刚刚有感觉到有没有？有。冲浪来第一次会觉得哎，有学到东西。嗯。二三四五次就是慢慢练习。就是加油。哎，刚刚我有成功嘛？眼睛一小姐没有整个跟着走，至少有解锁成就嘛。冲浪看起来很帅，但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不像滑板、直排轮，它不需要借由天气。冲浪需要借由天时地利人和，你要刚好有那个浪，身体又要跟得上。那你今天的体验怎么样？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至少我觉得我冲到了，该成功有成功了，学也学会了，只是没办法那么熟练，每一下都跟得到。所以你今天学到了什么？今天学到了狗狗可以冲浪很厉害。所以不如一条狗。对，我真的不如一条狗。所以在这一次的人生当中，很多事情没有做会后悔。看《僵尸一百》男主角第一集的时候，射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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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结果世界末日了才知道自己要体验人生。那我们现在都还没世界末日，为什么不体验人生？及时行乐。对，我们要及时行乐。如果有想要挑战什么，不要想去做。如果真的没办法做，也可以找我们，但不保证会做。我们以下开放观众许愿，有什么人生成就想要达成的，可以叫这个王八蛋做。可以许愿，我做，但我不一定有办法做。别人的愿望你做什么用？他可以看，然后再来考虑自己要不要做。哦，我们先帮他先试水温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因为我能力还是有限。比如说，我最大的愿望是想要交一个女朋友，这心有余而力不足嘛。联络先の交換はお断りさせていただくわ。好，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摄影师也想体验，觉得有那么难吗？先要想办法跪上去。滑了，滑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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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镜片掉了。对，镜片掉了还找得回来，厉害。人的位置大概要在中间这一段，所以你趴下去的时候，刚好人是在中间这一段。